那个东西哈很难得，而且是晒干的柑橘子。那个是朱小姨昨天拿过来的。今天我们煮的菜都是东拼西凑的哈。那个菌子是小姨拿的，鱼是舅舅买的，青菜是郑哥买的。看我们没买东西的都只有出力了，煮饭都用我来。先把它煮一下，记得放蒜哟。别给它煮透哈，不然吃起是硬戳戳的。看那个蒜哈，都还是白的，没有问题，放心食用。可以了，把它倒出来冷一些。我们再放入那个红烧粉，乱炸，炸了那个乱红烧。准备点佐料，都开始炒了。把那个海椒切小一点。最后再把那个鱼挂点糊哈。差不多了，再把它捻起来哈，鱼酥肉一样。香不香嘛？香得很。是香吗？是香哦。香得很，又香得很，哎呀，又香又香。今天把我那个热狗杯拿出来炒点鱼哈，好了。香啊！等我明天去买点酒倒在上。要得。尝一下那个鱼白白嘛，嗯，挺凉的。你天天来，你不来我们就去打搅拌。我们来解决。我那个鱼要得，是搞啥？中国他只是来吃菌子的。没有，我本来是来吃中国的。就是以后怎么都不来耍你。嗯，顺便吃个饭啊。归来了。朱思阳。你那个全部是那个鱼配哦，没吃哎，快吃一下。来。舅舅今天有点不乖，他不要喝酒。怕他，因为你怕他喝醉了，所以他也不喝。